If you wish to use a mobile phone, please go to the end sections near the doors. Hazardous items are prohibited on trains and in stations. If you notice anything questionable, please notify the conductor or station staff. Furthermore,第一次来新系滑雪，这里的雪量真的非常大。网上看到的资料，场现在的积雪超过2公尺，而且昨天因为下了一场大雪，很多人跑来滑粉雪。
尝试来走这个黑道，没有压雪的雪道，结果陷入困境。我这个雪板不适合滑粉雪，所以现在滑一下就陷进去，雪板插到雪里面几乎将近一半了，现在只有想办法来脱困了。啊，真的是去的路看起来是很短，但是要走这一段我估计恐怕要走20分钟。终于爬上来脱困，后来我发现用爬的比走的要轻松一点，就一路爬上来，花了大概将近15分钟。刚才一个老外特别过来问我需不需要协助，我说不用了，我说我慢慢爬上去吧。真的是，这叫误入歧途啊。